大家晚上好，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萨埵，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然后我们就。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ตอะสบาย是静坐的核心。สบาย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身体สบาย跟心理สบาย。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心里也比较容易跟着สบาย。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里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สบาย。所以。互相影响啊！我们现在就先来以自己感觉轻松、สบาย的坐着来打坐，要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现在我们先不管坐着好不好看，庄不庄严，我们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坐下去了，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而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这样就可以哈。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一定要调到100%的失败，不一定啊。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然后，如果什么时候
哪里感觉有酸逼麻痛的感觉出现，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慢慢来，慢慢调整。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调整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失败，慢慢来，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整个头部都放轻松。如果哪一位有感觉头部有重重紧紧的感觉，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失败这是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轻松舒服，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我们完全都没有赶时间，我们也没有感觉静坐很难。因为我们只是来坐着休息而已，所以就请大家稍微的坐，头部放松，颈部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我们全部都放轻松，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腰部、脚部、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毫无用力，毫无紧张，感觉很失败。很自在，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身体就变得很轻，感觉很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旷、通透、轻松、失败。感觉很失败。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我们都没有紧张。现在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如果哪一位还想意念一个所缘，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一颗圆圆的月亮，也可以。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感觉轻松舒服。如果哪位还想默念圣号，我们也可以轻松舒服的默念萨玛阿拉含的声音，萨玛阿拉含，萨玛阿拉萨玛阿拉全身都感到轻松、失败。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圆圆的月亮。我们的心也可以默念萨玛阿拉含的声音，慢慢来，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醒醒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毗卢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普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เต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三有一天，途。人民就去到皇宫那里集聚在一起，人很多很多。本来人如果遇到痛苦的，没有那么多人，但是这一次呢，人特别多。国王看到了这么多人来，一定会有事的，所以呢，他就很担心了，然后去请他的官员去问他们，他们有什么事？很着急吗？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人来？他就说，我们是担心，担心什么呢？国王没有儿子。国王听了也不相信，因为国王没有儿子应该是国王的事，为什么人民要替他担心？国王是这样想。后来他就亲自去听人民讲，你们为什么要来集聚在这里？然后那些人民真的讲了，就是说我们是担心国王没有生儿子。那没有生儿子对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国王你是一个好的国王一定要有继承人，没有的话国家可能会发生动乱的，所以呢希望国王发愿可以生这个儿子。他去佛王就怎么样呢？去找王妃皇后，然后也跟他们说我们也要一起发愿。不要开玩笑，其实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这样做，就是说自己没办法生子女，去拜神，求孩子，对吗？那你们觉得他们去求儿子的那些灵不灵？不一定。不一定，有些呢，去求的时候刚好怎么样，周遭的那些等着投胎的，哎呦，功德差不多啊，或者恶业差不多啊，就投胎。比如说去请某某某某地方的，他们说是神，对不对？但是佛教来说不是神，比如说是地居天人、宿居天人、空居天人等等。当他们知道，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你正在等着投胎，功德跟这个差不多，要不要去投胎？就去投胎，但是不是每一个都中奖啊？国王呢，就请这些王妃也发愿。也请王家的婆罗门来，然后就跟他们说：“你要帮我做一些仪式啊，要我生这个王子，因为这个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国家的问题呀。”所以那些妃子呢，就以神为依靠，有的去拜月亮神，有的去拜太阳神。拜来拜去，成功吗？愿望还是不实现的。但是皇后的办法，她不是去拜太阳神，不是去拜月亮神，她做的是什么呢？她说，在这个时候呢，除了功德以外，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了我了，她就选择。在佛日农历十五，如果大家回想一下，佛陀的传记很重要的日子都跟佛日的农历十五有关系，有发现吗？哎，台湾有没有？没有，有，
在现在南传佛教就会有，比方说佛陀诞生成道入灭是同一天，但是不同年，是农历的六月十五，转法轮经六月八月十五，这告诉我们什么？哦，当佛陀成道了两个月，佛陀才会跟无比丘讲法。那在八个月之后呢？八月之后呢？隔年的三月十五佛陀就跟当时的比丘们讲有关佛教的理念、佛教的原则、佛教的弘法方式，也就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隔了几个月？三月，八月到三月，七个月的时间，懂意思吗？所以跟这个佛日就是圆月有关系的，皇后也是选择圆月的日子，穿着干净的白衣一整天都持守八戒，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在小张床上躺着，回忆自己持守八戒的功德然后就发愿，我能够获得一个王子像我们菩萨当他快要成佛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大家有读过经典，佛陀在菩提树下遇到很多摩罗来干扰他，对吗？佛陀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有拿什么武器去对待他们吗？没有，佛陀就是闭上眼睛，意念到他所修过的功德波罗蜜然后就怎么样去降魔那个时候当皇后发了这个愿好了之后，在经典里面常常出现这样子的 case， 就是说谁积极的修功德会影响到一个天人，自己也受不了了，要出手帮忙，那个是谁？地士地士，地士是在倒立天。地士怎么知道他的座位变硬了？就是本来是坐软软的坐垫变硬了，又热又硬。那个时候他就是要洞察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地士就看到了原来皇后他有他的愿力就是想求这个儿子，所以地士要帮忙，要帮怎么帮呢？地士就洞察了要找儿子，对吗？但是这个是国家的王子，不可以随便找，对吧？不是流浪灵魂你投胎这边，这样不行，要找适当的天人来投胎。所以呢他就洞察到了一个天男。这个天男呢，他前世是当国王的，前世是当国王的。但是当他当国王的时候呢，国王做哪些任务比方说要审判，遇到犯人可能有命令他要坐牢，或者判死刑，要烧死人，有很多种的。请问如果国王依法，就是说正当的法律来判犯人，有业吗？
今晚奴婢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